早期的市场稀微，伫咧迎来青年回来故乡了后，竟然出现了融合新甲旧的盘机。大家问说夜生活去哪里，都会来新竹市东门市场。追随着日头，对着海潮，靠天吃饭的食材，做食人的辛劳，就敢那为着迄一碗思乡的滋味。想念妈妈的味道，我想在新竹能尝到这味道。原本只是一出家常料理，却变成了店内人气小吃。秋江的幼路造型，加两个的点心店，过去竟然是一台脚踏车。重新回来家乡的青年，安怎利用在地的食材，结合家己的故事，创作出独有的台湾味？请锁定这礼拜的《咱的城》。咱的市，咱台湾的味。